大家好，今天我想分享一下我们 CDR 的新的一个大学演讲者的计划。我知道为大学做好准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所以我们的计划会帮助您的孩子为他们的未来做好好的准备。我们的计划将每隔一个星期邀请一名加拿大、美国或者英国顶尖大学的一名在校生，在上课最后15分钟描述一下他们的大学经历，包括申请大学、大学生活和他们自己的故事。我们的演讲者都来自世界顶尖的大学，像哈佛、宾夕法尼亚大学、康奈尔大学、加州大学等。有关我们演讲者的信息，请看我们的网站。您将会有机会听取我们顾问的意见，提出问题和建立很重要的联系和关系。我相信有很多东西关于大学是在互联网上找不到的，所以跟一个真正的学生和真正的一个人来沟通，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而且我想分享一下，我们会举办两个咨询会。如果你是在加拿大的话，我们的咨询会会在8月14号美国东部时间下午5点。如果你是在中国的话，我们的咨询会会在8月20号北京时间早上10点。我们会进行一个模拟辩论，我们还会讨论一下辩论怎么帮助了我们，家长也会有时间来提问。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请用我们下面的链接，谢谢。